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睡着了。您忙完了，我这就送您回去。你今天做的挺多的事啊。我效率快嘛。下班了，走吧。啊。你钓过鱼吗？钓过。走。 老板，天都黑了，这水里什么都看不到。虽然看不到，但能感受到。小时候啊，我爸也爱带着我钓鱼，去湖边晒了几个小时，都晒脱皮了，回家还被我妈骂了2个小时，说我本来就丑，晒完是又黑又丑。 我一直想不通，这钓鱼有什么好玩呢？有钱了可以买鱼吃，难道说野生的比较好吃？老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姜太公钓鱼的行为放到现在，那就是行为艺术，放到网上，肯定会被人骂是炒作。你能不能先别说话？啊，鱼都被你吓跑了。 可是这地方就你我两个人，我要不说话，还是挺冷清的。创作和设计都是孤独的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设计师的话，你要学会在安静中思考。那我是不是打扰您思考了？你说呢？ 这个送你了，姑姑不是生病了吗？拿回去给她炖炖汤，补补身子，算是加班费了。今天这鱼是抵消加班费？啊，不了不了不了，顾总，这个鱼刺卡嗓子也挺不舒服的。我们家从来不吃鱼，至于加班费嘛，我还是喜欢钱。<笑>我的菜单里啊，明天没有鱼。 人生为什么都是苦难？毕竟今天加班了，明天不用来接我了。好的，老板。